食物带娃。仔仔们，快过来洗澡！来来来来来，打不到我！痛痛痛！别抓我头发！早听话多好，非得挨一顿打。饭团。屁股疼了，咱们快起床！衣服衣服衣服。嗯，这是饭团家吗？炸排骨。阿比，我走不动了，你背我，你背我。阿正。哟，排骨爸，我先走一步啦，快上来，抓紧喽。再呀，我一把老骨头，背不动你了。那我的心借你。食物急诊室。老公，我们的宝宝会不会不健康啊？别担心，这肚子一看就是大盘虾子。仔仔在外面等着。妈，这是你的仔。医生，我的孩子在哪呢？从这个看。妈妈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排骨。那这是你的孩子。生了个渣男，生块叉烧都好过生你呀。哦，这是你的孩子呀。表的。香肠。老婆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恭喜恭喜，生了半斤八两的仔。怎么会是淀粉？老婆，原来你不是猪肉肠。原来你也不是。